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水哥。今天我们用宫本来玩无限模式，看一下无限释放技能的宫本在游戏中会是什么样的体验。我们看到大招秒吕布，可以一直连续换大招啊！吕布基本没有还手之力，换完大招之后，技能也是非常秀啊，非常黄，看见没？我们去上路，锁定一个大招，再来一个大招，两个大招，猪八戒想跑根本跑不掉。释放完大招之后，他的技能也变成黄色了，变成黄色也是好看很多啊。那么大家还想看什么英雄无限释放技能的，欢迎大家留言评论告诉我们，那我们下次再见了。Kill!